快又走去股度先啦。個個見到股啊衝埋去咁樣，有千米嗰張兩支兩套股份嘅，點解嘅？後備嘅，即係諗住打得下咧就掟出去，有啲人去接住咁樣 souvenir， 跟住繼續打係咪啊？轉轉下就飛出去咁又繼續。哦，唔係，即係打打食個碟，跟住再。即係我除咗股份都有後備嘅。哇，打得好好喎，好穩定喎，穩陣喎。咦，咁我想知道 Quinton 你學咗幾耐打鼓啊？我學咗打鼓兩年半。兩年半，咁今日有冇信心啊？因為大家表演的是什麼歌啊？會不會我們未聽過啊？李克勤那首《紅日》。有沒有人不識《紅日》的？舉手聽下。沒有人舉手，真的個個都識啦。不要扮後生，是不是你們真的後生的？那好了，那個台就交給你了，操鼓都交給你了，你可以坐下來感受一下。哦，今次呢 Quinton 是不看譜的，那個位置就放一對後備鼓棍，你需不需要試一試位先啊？踢開佢，拉近啲 ，OK 啦。咁你哋 OK 未啊 ？Yes。好，以下時間就交俾行咗佢先，交俾 Quinton。